我们是明天的机票，今天就要出发吗？快点收拾东西，我说今天就今天。好吧，我们买的是飞机票啊，怎么？哎呀，你别管做什么了，我能让你准时到达就行。可这么热的天气，上不上？不上的话没票了，等下周吧。算了，沈天，忍一忍吧。哎，嘿嘿，又能多赚钱。爸爸，这里太热了。就快到了。师傅，还有多久到？我们快坚持不住了。不只是宠物，我爱尊重。